五月欧洲游穿什么衣服？欧洲地形比较复杂，山地和平原，海边的气温都不太一样。五月份是初夏，气温比较凉爽，基本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。穿衣主要以春夏装为主，薄质外套、T 恤、衬衣都可以。另外，如果行程中有某些山地有雪山场景，需要准备一件厚外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裤子方面，牛仔裤、工装裤、休闲裤、短裤都可以。如果去稍微寒冷点的地方，可以加条秋裤。鞋子以休闲鞋为主，运动类的慢跑鞋、舒适的旅游鞋都可以。